今天呢，我们要挑战一下极限啊！这台吊车的话，自重是240斤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吊动这台1000多斤的电动车。那有些人说肯定吊不动啊，不一定。你没听过那句话吗？给我一个杠杆，我就能撬动地球啊！一个支点，不是杠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我们也来试一试，万一吊起来呢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把钢丝绳给它连接到一块，从窗户这儿穿进来。好，已经连接紧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取钩，看看能不能吊得起来。吊这些大物件的话，一定要慢慢的啊，咱慢慢的起，看这个力量到底怎么样。哎，怎么起不来了呢？哎，我去，哇，怎么回事？我烧了，我去。赶紧拔电，拔电，拔电！